食物就要下去练。我们会留了，我要请你们到马路去，那个是毒品，这个是私地，这是任何人，好不好？那我们稍微问题，问题是祈祷开放空间禁止机会，但是我们也尊重，我们也尊重法规，我们也尊重法规。是什么新规定？没有尊重法规。管委会通过了，就是稍微前一点，管委会前通过这样的。对，麻烦我们就不要再往前移，我们不要在这里争了。往前，我们没有阻止你机会优先，知道？我们没有挡到别人啊。啊，我们等一下讲完就走了啊！那你干嘛？挡到了吗？然后这边有谁被挡到了吗？管委会就是不同意在这边集会游行。集会游行不是你管的，集会游行是政府管的。来，集会游行吧。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就是大家都可以来。我没有挡到别人啊！你等于这次先告知说管委会有这样的决定，好不好？我先执行管委会的决定跟执行他的动作而已。那我请你们马路，我没有阻止说你集会游行。好不好？只是换个场地而已。七楼今天有告知跟开放空间，马路这就是开放空间。七楼不是开放空间，人家都可以来。七楼是公民民众通行而已，跟国语，好不好？你们哪有通行都没有走啊？我们到有人家。你如果一直走，我没有意见，好不好？七楼还可以停机车，你可以跳啊，你可以走，好不好？主委，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请民进党不要借着管委会来排除人民机会抗争之后，民进党现在已经执政党了，不要假装自己是感觉人，然后请管委会来影响人民机会抗争的自由。我跟你讲了，你们在这边机会游行，我站在中间，你们拍得到东西吗？没有戏，你就跟我们一起机会游行好了。欢迎这个总干事跟我们一起机会游行，谢谢。好，这前面去啊，到我们这。来，不要紧，摆中间，你摆这里，摆这里，摆这里，来，你们摆这里，好，好，那好，你摆了。谁说不要动我的东西？我只请你移到马路，好不好？就这样，那是工地，好不好？这是湿地。我们就这样讲啊，你够高大，我们就这样讲，没关系啦。私校改革行动联盟，那我们今天会来到这边，就是因为7月30号的那个立法院党团协商。那我们那一天在会场外静坐，表示我们反对民进党初审通过这个私校法修正草案。在党团协商中，民进党的立委钟嘉宾依然强力的护航民进党版本的修正草案。他们认为公益董事、监察人就可以来达到私校改革的成效。那同样的，教育部长潘文忠他在下午的质询中也一样强烈在维护私校法中的公益监察，他们认为这就是民进党改革非常进步的地方。我们学生期待私立大学董事会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董事会，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可以在其中兼容并蓄。我们希望立法增设学生董事、监察人及劳工董事，监察人让教师、学生、职员以及劳工能够有效的参与董事会。董事会作为私立学校实质上最高的权力单位，董事会的决策、政策决定深深影响校园中的每个人。因此，成员名单、组织章程、捐助章程、财务资讯、会议记录以及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我们反对私立学校的家族化。那教育是公共事业，不能单纯以金钱、绩效作为衡量的重要指标。而且，我们政府每年给台湾的私立学校150亿的奖补助款，在许多私立学校也给予政策性的优惠。这一切就证明了私立学校是有公益性跟公共性的，而不是落入私人、落入家族的手中，让他们去获利。然而，民进党版本的私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15条跟第19条，他们在他唯一有改革、好像有进步的地方——公益董事监察人这部分，他们也一样说，他们有一个补助款的限制，例如说大学的国家补助在6000万以上，科大、技术学院、专科与高中的国家补助在4000万以上者，他们才会去派一个公益董事。那他们还说，国家补助在6000万以上的私立学校，法人机关才会派一个公益监察人。学校的公益性跟国家补助的多寡一点关系也没有。董事监察人为教育部指派人选，是校园事务的局外人，仅仅只能代替主管机关监督私校。但是我们的学生跟教师还有职员的声音，在民进党的版本里面完全没有被看到，完全没有被正视。在这边谴责民进党的私校法修正草案，根本就是假改革真护航。
民进党版本的修正草案仍然在维护目前私立大学家族化、私有化与董事会黑箱的成年弊端，这些弊端所带来的校园民主倒退、教育商品化、教育资源被滥用等等问题，就是我们现在89万私立大学生共同所面对的困境。反对公计程私立，反对公计程私立，反对校长成家产，反对校长成家产。民进党的版本是这样子，他说呢，唯有在国家有补助私校多少钱门槛的这个条件之上，才会设置公益董事。那我们要求的是全面设置嘛，全面设置嘛。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因为这是私人财产，这是私有产权。在私校里面，国家有很多的管制，譬如说生师比的管制，譬如说楼地板面积的管制，譬如说学费的管制，譬如说各式各样的管制，非常的多。在这种状况里面，如果根据民进党的说法，只有国家补助的时候才能够介入私校经营，那我今天非常简单，我就不要拿国家任何补助，然后用同样的理由跟民进党执政党说，因为我没有拿你一毛钱的补助，所以你就不能管我了。明年我学费要涨10000块，只要我有4000个学生，我就得到了4000万的学费了嘛。那我还管理国家给我补助4000万，还派公益董事进来吗？所有的这个学费调整成8万、10万，你不能管我，生资比调烂了，你不能管我，楼地板面积不能管我，设备不能管我，你什么都不用管我了。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就是如此，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不是他今天派了多少公益董事进了我们的私立学校，而是这个逻辑将会让我们的私立学校永远不可能变成具有公共性的、公益性的、为社会服务的、为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子弟服务的教育事业，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可能是误会哦，刚刚我只是代表接受澄清，我这边没办法做任何回应了，好，不好意思。你有代表澄清书吗？没有没有，请代替民进党回应。我们的澄清书一直以来就不断的寄给民进党了，我们7月13号的记者会就寄给民进党了，还有党团。今天我们来的行动通知跟新闻稿也都已经寄给民进党党团了。那我们很遗憾哦，民进党中央党部在这边对于私校的学生的问题完全没有在研究。我们昨天，我们甚至上个礼拜就早就通知他，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却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对我们私校学生的诉求没有办法做任何具体的承诺。那我们怎么办？那请李主任，那就回去吧。对，好，那最后我们就把民进党他们的这个私校法改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退还给民进党，柔烂或者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向后转。1、2、3，欺骗了。谢义宏先生，谢义宏先生，我是江直官中正第一分局忠孝东路派出所所长孙继英。加改革，我本分局分局长张其武。加改革，加改革，真不花，真不花。我要私校真改革，我要私校真改革，拒绝私校家族化，拒绝私校家族化。